香港 Pokemon 電玩超級挑戰賽 3GC 呢個 PC 賽嘅四強賽咁啊！我哋依家實況嗰度咧就未有畫面住嘅，咁啊等多幾秒就有畫面啦。跟住咧，我哋咧就會有呢一個阿 Roy， 都未有畫面。阿 Roy 左手邊嘅 Roy， 右手邊咧就係對阿聰。咁啊，我哋嘅對戰喺十秒後即將開始，十。可唔可以攞十九榜數啊？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四強賽開始。咁我哋首先睇下我方阿 Roy 嗰邊嗰隊咧，就喺左下角嗰度咧就會見到有邊六隻噶啦，就是、一隊雙原子、雙 Mega 再加鋼鐘同埋雷燒嘅隊伍。咁啊，雙原子好手啊，燒巴噶嘛，用雙原子。打到世界賽的第十二啦，咁你覺得呢一隊嘅雙元是點咧？個結構其實幾簡單嘅啫。個結構咧，其實就係想希望用翻鋼中一個欺騙空間之後咧，就不斷用一個用一個重力將啲飛行系嘅一啲精靈咧拉翻落嚟地面之後，用一個呢個斷崖之劍地系一支好強嘅招式打落去。咁而另一方面啦，阿聰用緊嗰隊咧就係好基本、好常見嘅一隊叫 Big Six 嘅隊伍啦。咁啊，首先講翻阿 Roy 嗰隊咧，我個人嚟講就覺得就係非常之少見呢一個雷超喺雙原子隊伍，我覺得有啲咩效用咧？雷超始終係一個相對於一啲。下馬威嚟講比較快嘅，其實可以幫助到鋼中，係啊，即係作為一個 partner， 幫助到鋼中去做 set up 一個欺騙空間咯。但係感覺上代獸好似比較適合呢個位置喎，即係如果你喺企喺鋼中隔離要 set up 欺空嘅話，咁兩睇啦，因為始終雷燒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啲變化係招式啊，可以例如一啲擦擦面啊等等性都會令到更加好頭痛嘅。好啦，咁我哋嘅四強賽嘅第一場就會開始啦。咁因為呢個四強賽關係啦，我哋將會打三盤兩勝制嘅。咁首先咧就見到阿聰嗰邊嘅手法啦，係一隻閃光火盾同埋一隻冇閃光嘅代獸嘅。然後喺另一邊阿威呢邊咧就係呢、這個古拉多雷超再加古拉多。係啊，古拉多使用呢個 Prime Reversion 啦，始源回歸啦，咁變咗呢個始源古拉多。咁而家天氣都變咗一個，因為呢個 Desolate Land 嘅關係，所以變咗一個大晴天。中文的名就係中煙之地啊。好，呢個時候已經係第一場已經係一個深戰嚟嘅，因為呢個時候啦，雷超擁有最快嘅下馬威啦，但同一時間呢、這個火雀都有機會係有一個快速防禦，可以避免對面嘅呢個下馬威出到招喎。然後代獸亦都有精神力嘅特性咧，咁啊可以無效咗呢一個下馬威嘅效果。咁啊，到底係咪真係用呢個下馬威係有適當嘅選擇咧？都非常之食呢個毒心噶。然後古拉多就當然就應該要輸出啦。咁啊，望住呢兩隻都冇所謂，可以做一個大 damage 嘅精靈嘅，應該打埋佢，我覺得。古拉多有機會啦。如果佢係一個物理攻擊型嘅古拉多嚟講咧，佢有機會係有火拳啊，頭先講嘅斷崖之劍同埋有落石啊。好啦，到底情況發展如何咧？咁啊，雷超首先打咗個下馬威，拍咗落代獸度，咁啊成功發動咗下馬威啦。咁啊，睇嚟代獸都用下馬威啊。然後一個火推咧，咁啊打咗埋去雷超度，咁啊應該都殺死噶啦。因為喺太陽之下啦，所有火系攻擊，唔係喎，啱啱雷超係有一招氣息腰帶啦，可以令到一滿血嘅情況之下，會令到佢剩翻一滴血噶。大家會唔會打太多 Wolfy 隊咧？即係唔清楚，即係雷超用啲血針都其實唔錯喎。哇！優勢突然之間去咗阿 Roy 嗰度啊，因為啱啱一招落石四倍嘅岩系攻擊打咗落只火雀度啊。咁啊，一血根嘅雷燒同埋呢一個岩崩嘅古拉多係一個比較前中期嘅一個配置啦。不過反而咁樣就做到個出奇制勝嘅方法喎。呢、這個時候啊，聰咧就使用咗呢個屠龍犬啦。屠龍犬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好多變，同埋佢有擁有一個能力就係學到任何招式嘅。如果呢個 woman 呢個圖圖圈係用速專道具嘅話，咁睇嚟阿威都非常之危險喎。咁當然有圖圖圈最大殺傷力就係佢嘅呢只黑洞啦，黑洞可以令到對面係催眠。咁啊，好即係如果係即係
都好難處理啊！整體落去，好啦，咁啊代秀換走咗，咁啊換咗呢個 Action 上嚟，咁啊會唔會係諗住準備強化呢？令我比較驚奇嘅之處就係、是、阿聰係決定冇用呢個 Ground Gong， 但係呢個時候速專嘅屠龍犬就使用咗，但係喂，但係 miss 咗 Ground Gong 喎。所以咧唔好依賴速專屠龍犬啊！你啲黑洞隨時會 miss 㗎。咁呢個鑽牙之劍亦都打中咗，今日應該可以秒殺屠龍犬啦！再見啦，速專屠龍犬。系啦，調整上其實有機會可以調到可以食到一招嘅呢招斷崖之劍啦。咁但係呢個就要計一計先。咁但係當然啦，代秀出翻嚟之後咧，就其實俾個呢個下馬威嘅壓力啊 ，Roy 嗰邊啦。咁呢個下馬威再做一個 Geomancy 嘅強化之後咧，會對對手係好大嘅威脅嘅。係依家就基本上都係拍落去呢一個古拉多度，然後強化啦。到底雷超會唔會醒一隻用擦擦面呢？就好睇成件事，因為我原來雷超冇醒到添。係啦，而呢個 Sernius Action 就使用咗 Geomancy 強化咗啦。佢呢招嘅能力就係會將自己嘅特殊攻擊、特殊防禦同埋速度乘以二嘅。咁係一個非常之強大嘅高壓制力嘅招式嚟噶，但係用呢一招亦都會好消耗咗你個道具呢一個力量寶石啦。好啦，而家呢個優勢其實我都好難決定邊優勢喺邊度嘅。因為嚟講啦，強化咗嘅呢個雙形式會威脅到對面嘅 對手係好大嘅威脅嘅。成件事好睇阿 Roy 後面嘅精靈有冇機會即係做攞攞到個優勢啦。但係呢個時候使用咗妖精閃光 Dazzling Gleam 就擊落咗雷超，同埋令到 Grado 受咗好大嘅傷害。同一時間代秀使用捨身撞擊啊，應該毫無疑問打得死只 Grado。如果阿威後面是有代秀的話，我覺得應該稍微補一補會，即係留一留翻只古拉多去做輸出喎。咁會唔會咁樣反映咗其實阿威後面其實應該都會冇呢一個代秀呢？有機會是報永遠啊，就係、是、正正報永遠啊。而另一方面佢咧就係戒 Yoga 嗱，將一個點解可以將二比一個四比二嘅俾人打到去二比四嘅咧？二比二咧？我就咁睇落去，阿 Roy 嗰邊都應該都非常之大壓力，好難逆轉喎。係啊，妖精閃光再加埋呢個 Double Edge 寫身撞擊嘅攻擊之下咧，其實咧就好難去處理到，係啊，都基本上令到阿 Roy 其實基本上都差唔多係崩潰咁滯嘅。我覺得阿 Roy 呢一場有一個好大滅色，就係冇出到鋼鐘啊。係啊，鋼鐘Bronson 佢有一個有一招咧，頭先講就係螺旋球啦，速度越慢同埋速度越慢嘅話，攻擊力就越高嘅。咁啊，我覺得呢一下血液嘅保護都無補於事嘅，因為正常人都會集火落只蓋歐卡度，即係如果蓋歐卡要逆轉嘅話，就一定要呢一下食得住所有嘅攻擊，但係大家如畫面所見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好啦，都恭喜阿聰啦，暫時贏咗第一場嘅Best of three 三盤兩勝嘅比賽嘅，咁我哋準備進入第二場啦，都睇下究竟阿 Roy 會究竟點用其他方法去逆轉翻呢個劣勢啦。可能阿聰都好完美咁展示咗咧，只要一對逼色嚟講，或者一對有 Action 嘅隊嚟講咧，只要揾到一個好好嘅空間強化到 Action 咧，其實你前面點樣輸點樣劣勢，其實冇乜大影響。係啊，尤其是因為屠龍犬即使呢個速專屠龍犬即使 miss 咗其中一隻嘅催眠咧，都可以令到都依然個優勢都仲喺度嘅。Action 嘅強大呢個就係，所以點解到咗依家都會有咁多款嘅 Action 隊咁解啊？其中 X-Ray 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之有優勢的隊，始終 X-Ray 除了差字速之後都不多大入面。好啦，再講多次啦，我哋而家係睇緊9月24日香港電玩超級挑戰賽嘅四強準決賽嘅比賽。咁左邊就由阿 Roy Lee， 咁佢係擁對雙子源嘅，包括係 Gladon 同埋 Kyogre 嘅隊伍啦。而右邊就係阿聰，咁佢就用緊一隊好常見嘅 Big Six， 就係一個 Grandon 同埋Sernius 用嘅一個 Core 啦。咁啊，大家我諗玩咗呢九個月嚟都好清楚 Big Six 有幾多款配置同埋大概係點樣，所以
尤其是啱啱出尊同龍犬嘅話，就更加知呢一隊嘢其實都點樣向點樣走向啦。真係都係主要靠呢一個高速嘅黑道啦，然後就會強化 action 嘅啦。咁啊，都冇咩好講。不過我覺得雷超啱啱嗰個位真係，其實我覺得轉做雷雲嘅話，可能會更加穩定咯。各有各睇法啦，因為雷雲始終一個比較 out of net， 即係比較古老嘅打法啦。因為始終你雷超有個好處就係可以佢有個避雷針啦，咁就可以將所有雷系攻擊咧就集咗去個集中去嗰度咧，就令到雷系消失無效嘅。咁或者就應該啱啱就要帶一帶鋼中，因為始終鋼中佢有機會有呢、這個Lumberry 再加 Safeguard 去做翻個黑洞嘅對抗啦。補充翻啦，頭先我所講點解陀螺圈可以個速度可以咁快呢，因為佢哋用咗呢個 Choice Scarf 嘅 Choice Scarf 啦，咁佢可以將個攻擊力速度咧就可以成 1.5 倍嘅，但係佢被逼就會因為專愛道具關係，所以佢要被逼要不斷使用同一個招式嘅。好啦，我哋第二回合嘅四強賽即將開始啦。咁啊，首先咧就見到阿聰嘅手法，今次係速轉陀螺圈再加 Action 啦，係一個非常健嘅 X-ray 嘅手法。咁啊，單純一個高速黑洞或者高速下馬威，跟住咧就令到 Action 好方便咁強化啦。然後另一邊咧，呢個阿 Roy 呢一邊咧就用咗呢一個代收再加呢一個鋼鐘啦。咁啊，就可以用呢個鋼系嘅優勢嚟阻止 Action 強化。係啦。鋼系嘅精靈嚟講咧，就可以就鋼系招式就會將對呢個精靈系嘅招式咧，可以做傷佢嘅傷害嘅。如果呢個時候Sarnius 決定強化嘅話咧，因為佢加再將自己速度乘二嘅關係，所以令到鋼中嘅螺旋球嘅攻擊力都會大大提升嘅。咁啊，代獸呢家好明顯就主力要用嚟壓制翻陀螺犬，然後咧再靠鋼中嚟壓制呢個 Action 嘅。好啦，陀螺犬首先用咗下馬威拍咗落鋼中嗰邊，然後代獸會做啲乜嘢呢？哎呀，打錯邊啊！打到落去陶陶圈嗰邊度啊！要下馬威，好啦，呢、這個時候咁，所以呢個時候阿 Sarnius 一個空檔去做一個強化啦。再次講一次，佢係將特殊攻擊、特殊防御同速度 double 噶。咁啊，聰都好完美咁樣展示咗速穿陶陶圈嘅另一個優勢啊，就係一個高速嘅下馬威咧，就可以跳過對手的一個強化。咁啱啱呢個下馬威很靚，但係睇嚟佢下都會換上呢個古拉多嚟處理一下隻鋼鐘啦。咁啊，成件事都好大問題啦。不過到底阿 Roy 呢個時候有冇機會做一個欺騙空間去逆轉咧？始終 Action 冇辦法秒殺到呢一個鋼鐘啦，而速尊陀螺圈咧亦都鎖咗下馬威喎。都會啊，因為呢、這個速尊嘅陀螺圈啦，呢、這個陀螺圈 Smeagol 咧就被逼因為要用咗下馬威，下馬威不能夠喺第二回合再使用噶啦。只有出場嘅時候使用啦，咁可以換佢又換決定換走咗換入咗Salamence 步榮員嘅關啦。係啦，咁啊亦都做咗個威嚇啦，咁啊將對方兩隻物理攻擊精靈咧就做咗個物理減一，但係咧代水都呢個時候一換走咗，咁啊換咗古拉多出嚟，咁啊又係時候睇翻十秒嘅動畫原天進化。好啦，咁啊古拉多就成功進化啦。好啦，我估計啦，呢、這個時候 Sarnius 會做一個，唔係喎，醒地，但打落呢邊係咪醒火？喂，唔係喎，唔死喎。嗱，呢個你頭先嗰招叫覺醒之翼啦，佢有機會會係任何嘅屬性嘅招式啦，包括火系啊、水系啊、地系啊等等啦，係惡系、鬼系，仲幾講得出嘅都有噶啦。係啦，亦都未知道係咪浮，好似冇彈過浮有特性出嚟㗎。冇浮有特性，因為鋼中有機會係浮有特性關係，所以啱啱冇彈到浮有特性嘅話咧。好大機會係會係火系嘅攻擊嚟嘅。咁啊，啱啱亦都放咗氣空啦，所以咧啱啱呢個 Sarnius 嘅強化嗰個優勢亦都下降咗非常之多啦。睇下而家阿 Roy 點樣處理呢個陣容啦。咁啱啱換精靈嘅時候，因為速度 Tier 嘅關係，所以 Salamis 嘅威嚇係冇嚇到古拉多度噶。好啦 ，Sarnius 選擇使用保護啦。而阿 Roy 嘅螺旋球，唔係 ，sorry， 阿 Roy 嘅螺旋球打落去 ，Sarnius 係打唔中嘅。但係呢個時候佢又使用 Rock Slide。咁呢個岩崩到底會唔會協咗隻血液呢？如果血液冇協到，會唔會用大字燒等等嘅火系攻擊？冇啊，不過係高音，不過亦都成功收咗呢一個鋼鐘嘅頭啊。係啦，鋼鐘一個作為一個鋼系嘅威脅咧，相對於減除咗剔除咗嘅威脅啦，暫時。但係我有個疑問喎，點解阿 Roy 決唔決定用呢個重力呢？
因為可能佢想好急切咁樣俾對手處理咗對手 Shanius， 因為對手嘅 Shanius 嘅強化可能俾阿威一個好大壓力啦，所以佢個判斷上其實有少少失誤咯。嗯，佢可能都係打慣咗啲運氣嘅遊戲，因為 Ross Line 咧係有 30% 會令到對面係不能夠移動嘅。咁呢個其實如果係啦，佢可能係啦 ，Ross Line 繼續命中嘅。咁啊，呢阿 Ross Line 再加代秀嘅寫身撞擊，到底有冇機會打敗 Action 咧？好啦，第一下寫身撞擊，終於打得埋去，有冇 CT？ 冇 CT， 第二下有冇 CT？ 冇 CT 啊！咁啊 ，Action 剩翻好少嘅血量，咁睇嚟有一個大反擊打翻埋去啦。好啦，然後再嚟一個妖精閃光，睇嚟代秀都頂唔住。咁啊，睇下關堂頂唔住，關堂仲頂得住，但係代秀就做中咗 CT 添，咁啊冇啦，咁啊死埋代秀。咁啊，依家阿 Ross 剩翻最後兩精靈，仲咧仲有冇機會咧？感覺上已經冇啦。都有少少嘅 ，Kyoga 出咗嚟之後咧，都俾有少少威脅對面嘅。今日希空剩翻最後兩個回合啊，今日睇嚟下一個回合 Shanius 都會做翻個保護啦。咁啊，點樣利用剩翻嗰兩個回合就好關鍵啦。好啦，始源嘅 Kyoga 佢嘅特性就係 Primordial Sea 啦，咁就將場上個天氣變咗一個落雨嘅暴雨嘅情況。咁啊，相信所有火系嘅招式無效嘅，係啊，都有一句唔好靠 Ross Line 贏。後面仲有陶陶犬喺度，陶陶犬仲有鹹馬威、黑洞，仲有咧？唔使啊，淨係呢兩招夠啊。仲有招速專嘅變身，變自己做 Action。好似又係喎。好啦，都恭喜阿聰啦！佢如無意外，應該可以。嗱，未完噶，係喎，仲有。好啦 ，Shanius 使用保護啦，咁希望令到欺騙空間最後一輪嘅欺騙空間無效啦。咁阿 Roy 好似係啦，就使用咗呢個 Ice Beam 四倍打落去一隻龍太陽飛人喺度，咁擊到佢嘅。嗱，牌面上睇，其實阿 Roy 仲係有機會，因為欺空仲有最後一個回合。咁啊喺呢個欺空最後一回合嘅時候，其實可以用嚟處理咗呢一剩翻好少血嘅 Action 啦。咁睇嚟阿聰令最後一隻咧就係陶陶犬同埋呢一個古拉多嚟嘅，所以下一個回合點樣處理到古拉多，其實都反而係更加關鍵嘅地方咯。好緊張啊！會唔會係唔係古拉多係一隻火雀 Tendril Flame？ 哎呀，真係 Tendril Flame！ 我講下啫喎。喂，如果火準我反而覺得機會大咗喎，係嘛？對面啊，因為始終都唔係㗎，因為你一招唔係你可以用呢個原始波動喎，始源波動。即係對阿 Roy 嗰邊啊？係啊，阿 Roy 嗰邊可以用始源波動殺曬兩隻喎。係啊，但係可能呢個時候阿聰要搏一個雙，即係重複嘅保護啦。係啦，如果 Action 呢個 turn 保護到，咁就下次見啦。但係古拉都選擇使用保護。有都啱嘅，因為依家基本上都冇機會翻。哎呀，大鑊啦！阿聰失敗咗呢、這個連保，但係唔知點解火嘴冇打到古拉多邊，可能讀中咗係保護啦。然後打咗埋去呢、這、一個蓋歐卡度，蓋歐卡會唔會用呢個刮潮咧？依家冇咗半血啦，刮潮嘅傷害亦都減咗一半啦，因為刮潮係根據血量做傷害嘅。好啦，原始波動打出嚟，哇！打中咗，打中咗，唔緊要。唉，但係如果打中咗火準就贏啦。是啊，相對第三場的話就下次啦。唔係，情況仲未完嘅，因為仲有速專陶陶犬一動出嚟啊。係喎，陶陶犬可以點樣處理呢？因為始終啦，呢兩隻嚟講，基本上就太過依賴翻火雀嘅攻擊嚟，火雀嚟講就不能夠同一時間攻擊兩隻嘅精靈嘅喎。但係啱啱古拉多已經保護咗一次，所以火準基本上今個回合好有機會瞄準佢咯。但係你望下嗰個血量。啱啱好一半嘅啫喎，有冇機會第二下打死呢？但到底阿聰會撞邊邊都唔知道，因為阿威嗰邊好有機會其中一邊保護，另一邊搏唔中黑洞咯。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即係我係阿威，我絕對係搏唔中黑洞噶啦，依家唯一嘅機會。都未必嘅，但係陶陶圈有招好神奇嘅招式嘅，陶陶圈始終速度一招 choice scarf 啦嘅關係啦，所以佢被逼只可以使用。一招嘅招式嘅啫，即系同一招不斷使用嘅啫。其實用下馬威，我覺得會最穩陣。但系呢個時候，火雀使用係啦，戰鳥無懼，
好啦，最紧张嘅时候到啦，万恶嘅黑洞到底会唔会击中到阿 Y 嘅盖欧卡？到底中唔中呢？好啦，黑洞出咗嚟，动画出咗啦！好啦，就将阿 Roy 嗰只搞架催眠啦，但系都系嗰句未完噶。嗱，仲有机会醒噶，睡眠系喺第二次行动就开始有机会醒啦。啱啱已经行动咗第一次啦，只要下一下火准，下一下火准冇成功攻击到咧，即系冇击杀到呢、這个盖欧卡就有机会赢啦。到底阿 Roy 下一下挨唔挨到？呢、这个火准嘅战鸟呢，好啦，战鸟抗叻咗啦，到底系扣九十九定系101就睇呢次啦，同埋下一刻会唔会醒就睇呢次啦。好啦，哦 ，critical hit 啊，急咗个关系啊，好惊险啊！阿聪2-0赢咗阿 Roy， 晋身今场超级挑战赛嘅决赛。好，咁我哋有请阿聪落嚟做一个 interview， 多谢。首先恭喜阿聪成功晋身决赛，握个手先。多谢，多谢。非常精彩的一场决斗啦，不如简单讲下啱啱嗰场嘅心情，即系啱啱赢咗啱啱嗰场嘅心情同埋经验心得先。咁即系啱先嗰场，我一即系啱先嗰场，即系其实讲真嘅，就系啱啱先最后嗰回合嘅话，就真系太险啦。咁即係咧，我最後就啱啱剩翻只逃逃犬，同埋仲有我只火準。咁之後咧，咁之後我只火準就啱啱好就 miss 咗佢嘅嗰一個蓋歐卡嘅嗰一招主要技能。就係咁樣，我先至有機會贏嘅。雖然運氣上係運氣上比較好啲。咁其實 Pokemon 對戰運氣都好重要嘅，第一回合都 miss 咗一個黑洞啦。咁另外想問你就係、你兩個回合都做咗一個比較即係令我覺得詬異嘅嘢地方，就係你兩場都用一隻神獸係嘛？係啊，我咧就係、因為我只要一見到佢同我打嘅對方嘅嗰個人，佢即係咁即係佢同佢嘅陸地寵入面，佢只要有佢有卡嘅話，我一般情況下我都唔會上我嘅古拉多嘅，佢就因為咧，佢同我就係驚我只古拉多，我一出嚟，佢係咁樣之後，佢就一搶我天氣，咁樣搶完我天氣之後，我嘅全部火嘅技能都出唔到，佢係咁樣之後，佢就用水嘅技能，佢一打過嚟嘅話，我只怪獸卡就一定係死硬嘅，咁樣佢係咁樣嘅話咧，咁所以我只要一見到有怪獸卡同埋有獵空座位隊嘅咧，我一般都唔會上我嘅古拉多。但如果你用咗古拉多嘅話，咪可以阻止對手嘅蓋歐卡用水招咯。咁問題係我只古拉多其實就係屬於一隻特工型嘅古拉多嚟嘅。咁樣我只古拉多係特工型嘅話，咁樣我只古拉多喺一般情況下去打蓋歐卡嘅話，其實一般嚟講係好難打得死。好啦，咁好多謝你嘅呢次嚟訪問啦。咁啊，陣間決賽就祝你好運啦。咁啊，陣間再見啦，拜拜，加油啊！